选手很大的心理压力，造成很大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压力。自己第二届不是很满意，六环，其实还可以，对，还可以再调整，再打可以进前期，再打一个黄圈里的，对对，24或25。八环也可以。哦，九环啊，九环，23啊，不对，第一局九环，八环，23进了吗？进了，目前进了，但感觉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啊，应该自己平时训练成绩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九环，九，正九。不知道现在小云的心率是多少，刚才在这一直调整呼吸，是很紧张。其实心率有些时候面相看不出来，没错，就是自己内心跳，自己只有自己知道。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关键的第二环第二把，应该还好。九环，好的，哇，我感觉他那么弱小，用这样一张弓感觉挺沉重的。这个弓的磅数是多少，你能看得出来吗？也就20磅左右吧，不知道，但弓片看着很重，但是看着前面也很重啊。他所有的配套都配上了，他算是三个那个平衡杆，主杆加油，副杆都在，加油，不要着急，前两件都打得不错啊，看最后一支箭要吸收到。好，28，漂亮，28。现在目前排第二，排第二。又把镜头及时给到了大魔王。大魔王心里压力又大了。大魔王说：“哎呀，我队友都好厉害，哎呀，对手都好厉害。”演员赛区的射箭是不是真的可以单组一比了？可以单组，男子、女子都可以，都可以。陈哲远也是男子，没错，我们队的，你们队的，所以大家跳出了原本的我们的那个舒适的圈子里之后，进入到运动员的特定的身份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能量和魅力的散发。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看像奥运会或者是看我们国家体育健儿比赛的时候，会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是刚才也在说，现在确实有很多的我们的运动员平时都会有射箭的专业训练，在横店就是收工之后拿起弓啊，收掉演艺的那个弓之后拿起弓箭去箭馆。长发的赵月太美了吧，而且比以前多了一份娇羞的感觉。Sis Pam 徐嘉林 Pan 也是散逆的小同乡。还有来自樱桃少女303的赵月，赵月，你没有看错，这确实是赵月。赵月和偏，一起加油。心率现在是99，还不错。第一箭就是个10环，好坚定，好坚定啊！这支箭，赵月长得美还射得准，赶紧热搜安排上。要不然第二支箭打完再安排。拜托拜托啊，一定要继续稳啊。拜托。我觉得他这个应该不是运气，应该是实力。是，而且我们看心率没有变化，心率没有变化，而且他的出箭非常非常果断。这个靠位好像不错，可以安排了。没靠，两箭19，还是专业，加油。三箭能不能再来一个10环，一眼就能看到。这个真的很稳啊，102都保持在99左右。他很，对，平静。哦，你看那个那种眼神。也应该进了没问题啊。进了。26。目前第三了。最后一只还是有些着急了。他最后一只太着急，时间没到是吧？时间。哦，这个头发会打到的。打头发了。是。潘。八环。哇，他打头发这个其实挺危险的。对，他首先自己受伤，然后也影响箭的飞行。对，还是要小心啊。哦，好揪心啊！看这个，别打头发。你看那个悬，
压到头发上。哦，压线石头，哎，应该可以压到，可以压了，破了，可能要裁判上线。女子组的实力也太强了吧！121，所以大魔王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应该同步给一下大魔王一个手环，测一下心率。哎，您这个注意飞起来非常好。哦，他是大魔王。在最后决赛才出场，人家是经过练习了，适应过了，对，也是有一定压力的。嗯，但是相信小童应该能调整好，因为我应该算是个比赛型选手，对，应该可以。看上去就很沉稳。一年一金，一年一银，今年该铜牌了。哎，不要给自己这种的预示。来自热血赛区的徐梦洁今天刚刚在预赛当中以7秒92的成绩打破了自己保持的50米的赛会记录，是自己和丑丑谭楚然共同保持的预赛记录，已经被自己亲手给打破了，7秒92。他真的很快，他真的快。啊，我们演员组的，万梓琳咖喱酱，不知道咖喱酱的这个射箭功夫如何。彩虹好甜啊，感觉看到彩虹的笑容，突然很紧张的比赛，然后那个心情都被治愈了。嗯，我们也期待一下她在射箭的女子预赛当中的表现。嗯，她为什么没带护指？看一下，动作标准哦。哦，面无表情的石环。我的天哪！今年的女子，哎呦，太强了！我天哪！都有教练啊！天哪！我要是吕钊，我就，我今天晚上就在练一宿。今晚睡不着觉了。做梦都是，哎呀，我这个剑能在哪儿啊？对呀，我的弓在哪儿啊？彩虹加油！六环，第二件有点时长，六环，看看第三件能不能够及时调整。打入黄区应该还是可以。打十环，加油，保进。对，稳一下。哦，七环，二十三环，不保险，二十三有点危险，不保险。看看来自演员赛区的万梓琳，哇，这个沙放，六环，娟老师，他刚才沙放是不是带旋了？嗯。